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帝邀您感知自然节律，发现生活美学。雨水节气，天气回暖，冰雪融化，降水的形式逐渐从雪花转为雨水，大雁飞回北方，草木逐渐萌芽，农民们也开始为送肥、选种、播种而忙碌。人们随春雨撒下种子，守着每一天的惊喜，也期待着未来的收获。我是音乐人白举纲。如果说立春是春天的第一乐章奏鸣曲，雨水之后便进入了春天的第二乐章变奏曲。从此时开始，人们开启一年的耕耘劳作，种下对未来一年的期待。如今我们远离农田，备耕播种的仪式也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所以作为本集节气探寻家，我想要去拜访家里住着自然的设计师王玉恒，同他一起寻找回雨水节气对现代生活的意义，也播种下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我是自由设计师王玉恒。雨水时节，东风解冻，散而为雨，水獭开始捕鱼，大雁从南方飞回，草木也开始抽出新芽，一派生机勃勃。我喜欢和植物和自然打交道，不只因为它们时令分明爽朗干净，还因为跟随自然的脚步，内心也会住进四季。玉恒哥，哎呀，好久不见。你为什么穿这么少？我觉得还可以，主要是年轻可能，毕竟有女儿的人啊。哎呀，好，哎，玉恒哥，这个是什么茶？白茶。你不是现在雨水时期就喝点这个吗？但听说应该是用雨水泡白茶。对对。你这回来干嘛的？我这回来就是主要想在水哥这儿多了解一些关于雨水节气的一些知识和东西。一个九零后对这节气怎么感兴趣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既然有传承，它有它传承的原因，嗯，和理由的，嗯。然后我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够多多的去感受节气。中国所有的节气呢，它其实都是会意的，就是表达一种意思。比如你看惊蛰，就大家都醒了。对吧？立春呢，就今天开始，春天来了。雨水呢，其实也是一样。雨水作为第二个节气，它本意就是从现在开始，降雨越来越多，降雪越来越少，一年其实从它开始，你就可以这么感受，就觉得这一天开始慢慢变暖了，这一天开始有了希望了，这一天可以有了一些期盼了。生根发芽开始了，对，就对农民伯来说，期待期盼着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收成。对，对我们工作人来说，希望今年工作顺利，然后身体健康，或者这种一个好的开始。对，哎，不过你是四川的吗？对，四川的。你四川四川雨多，有一个什么雨水节回娘家啊？听说过吗？你不知道吗？这个没有，川西有这个风俗的，然后还要带一罐子肉回去，还不是空手。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可娘家就是媳妇儿的家。对对对，那我还没有啊。或许有了的时候就有了，对。说明这个节气就是离我们都已经很远了。像这种风俗啊、民俗啊，也都比较少了。就像过年，年味越来越淡，为什么淡了？是因为以前只有过年的时候，你才能放鞭炮，才能吃好吃的，才能串门，才能这那的。是，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不是天天都可以。像你看这个门上贴那福字，对吧？
大家都说那个符都是倒着贴，符道吗？其实倒符只以前只在水桶跟垃圾桶上才是倒着贴的，要让你把东西脏东西倒掉啊。就有些东西其实已经说不清楚了，因为它变化啊，包括这个东西的象征啊。还有一个就是看你自己主观意识上到底想的是什么。对，那天我看了一篇公众号里面写的东西，我哎呀心里也挺那个那个，说就是对，说炒了一年的饭菜，然后没能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为自己家人做上一顿饭，送了一年的快递，没有把自己快递到父母面前，开了一年的车，却不能够送自己的女儿去上学，然后所有的节气都已经替换成了双十一、双十二、618，全部都变成了购物节，就所有的节都是跟购物有关。对现代人来说，节气的意义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大家会遗忘。我最后来就是想种下一些东西，希望是有一个好的期盼吧。就之前有想过给环卫工人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在工作的媒体工作者，但这个东西我做出来，我希望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请宇恒哥帮我去一起完成一个这样的事情。送植物呗，送绿油油的东西嘛，因为我觉得绿色还是一种希望的东西。雨水的时候就是有绿色出现了，很舒服。雨水节气被滋养的最多的那也就是植物了。对，它有的时候我会看着植物发呆，然后这种发呆呢，我就觉得是一个其实特别美好的状态，舒心。对，这是植物能，我觉得能够做到的。对，比如一会儿可以你看我这边有两个，好，魏警官，大概我做了得有几年了时间了，就是现在还是长得很好。对，不用去打理它，基本上我大概一到两个月浇一次水，会喷一次水。哦，喷水，还不是浇？对，因为我是给它放在了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就相当于比如说这个小罐儿，也可以作为一个礼物。雨水是春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农民培土、选种、播种的重要时节。生活在都市中远离泥土和农田的我们，依然可以换一种方式延续这样的传统，比如送给自己一株绿植，或者在花盆种下几颗种子，给自己一个新的希望。植物开花结果时，你也长成了自己期待的样子。好，宇恒哥，看一下你的微景观，好吗？好啊，好啊，要小心点啊。据说一兜雨水一兜禾，一兜禾苗的成长需要一兜雨水的滋润。人和禾苗一样，只要找到合适自己成长的泥土和雨水，就能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这就是宇恒哥做的，这就好几年了，就感觉像装糖果的。对，这就是装什么糕点啊，装糖果，像这个都是，这就是哦，其实就是用这种很家常的东西就做了。这个呢，扣上去以后基本上是密闭的嘛，它能保湿，然后呢它不怎么通风。你像这是虎耳草嘛，就长得像老虎的耳朵。这个是白发藓。就里面相当于一块大海绵一样啊，把水吸进去了都。对对对，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没事转转它，刚好两个月左右浇一次。其实你不管你摸它也是潮的，里面也芯儿也是潮的。这个又是什么？白的麦胶草，这种什么胶草呀，什么这种网纹草啊，都是它喜欢水，然后又可以不怎么通风。我觉得你要想送人呢，你就送这种东西，又好做，又好养，又好生长，然后又好打理，生命力又顽强的绿植。那我们来做一个吧，水哥叫我做一个。这个水苔，比如说我们放几个颜色的花儿，
哦，就把它挑出来就行了。对，因为它的根都很细，如果你把它弄散了的话，它就容易受伤嘛。我们这个水苔呢，就是干苔藓嘛，要把它那个打湿以后，作为一个保水的一个材料。OK。水哥，这个是什么？这是蕨，这是一种蕨类。蕨类，这应该是狼尾蕨，可以长。反正这种植物的特性都是喜欢水，然后呢，对这个土没有太多的要求。你看，就人工的这种纱布鞋，我们就把它铺在上面就好了。它相当于只是地底下那一层。对，它相当于底下的一个基础层嘛，对吧？因为这个很薄，我们就拿它去修边就好了。好好好 ，OK。有这些缝不要紧，它长着长着你就看不到了。我给剪点开始。需要贴得很死吗？不用，就像我这样扶着就好了。哎，远哥，你最喜欢什么植物？我喜欢的植物就太多了。太多了，比如说我身后面那个龟背竹，是为什么喜欢它？你看龟背竹为什么说的像龟，不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圆圆的叶子，上面还有一些洞啊、纹理啊？对。但是龟背竹不是一开始就有裂片和洞的，最早的龟背竹的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对，小圆的，然后就开始有了裂痕，然后再过几年以后，慢慢的叶子越来越大，越大以后它上面的洞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它是个蔓生的，也就是说，比如这里有一棵大树，它就会绕着这个大树长，你想越往上就是越大，越大的话，它挡住阳光就会越多，透阳光，所以呢，它要有洞，它的洞呢，阳光能过去，阳光可以给它下面的植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缺点的植物，但它的缺点是可以给别人一个活路的，很会照顾人。我这个还可以吗？还可以，但是你那罩呢？我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高啊？你把那罩你罩来试试。好像是。哎，还好，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还好。好，你这是一盆顶天立地的景观。顶天立地，男子汉，他的名字叫。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把你自己当成一种植物，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植物？苔藓。然后我很喜欢蕨类植物，蕨根类植物。你看3亿5000万年前泥盆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些苔藓植物，然后它们基本是恐龙的食物，它们是很远古的生物。整个植物界，它如果是棵大树的话，那它最早就先有这种蕨类植物啊、裸子植物，然后被子植物啊，这些显花的植物。那显花的花，那植物开花是为什么呀？植物开花不就是为了能够吸引昆虫、吸引鸟，然后他们过来播撒他们的对，所以下一代在最早的时候不是没有这些昆虫啊和鸟啊，他们就只能靠风媒，然后用风只要一吹，对，就能够到其他地方。对，然后我就觉得生长随风而动的感觉多好，然后你也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旅行，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目的，才是我们旅行的目的一样。很像风滚草一样，反正也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随风吧。真的就很像，而且生命力非常顽强，走到哪儿，我种子就撒到哪儿。我最喜欢竹类，为什么呀？它可以有很多用，做瓢、做勺、做筷、做签。甚至拿去烧。我们要做多少个？全部做完吧。你确定吗？我觉得这样很好。来一株。第一次做微景观很新鲜，就像我创造了一个植物王国。水哥说雨水是滋润万物的，希望我亲手做出的植物能滋润到收到的每一个人。
OK， 水哥现在有两个方法，要去找到就是照顾他们的人，一个是我们找个地方在那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去问别人。我肯定是偏向于等啊。我也是，其实我也是，我也偏向于等。那好，那我们就找一个地方等着吧。对，行行，好。我们是不是还要带一些其他的东西给人呢？好吧，这都是种子。好嘞，一边装一半。从古至今，雨水节气都寄托着人们对身边人事物的美好祝愿与期待。占稻穑是农民对稻谷丰收的期待，认干亲是父母对子女健康的祈愿，雨水节回娘家则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祝愿。白举纲、王玉恒选在雨水节气送给城市里忙碌生活的人一抹绿色，也是希望把从这一天开始生长的所有美好送给大家。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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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是水哥你来讲吧。就是我们有做一些关于雨水节气的植物，然后我们想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想要送出一些我们做的这些。对，我们不卖，不是商业行为。对，我们不卖，我们送。第二百可以可以好。OK 你们的好。 OK OK 就这样吧，可以吧？对，可以可以。你们好，你们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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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好，你们好，你们是情侣吗？我不是。啊？不是吗？不是，为什么在一个窗口啊？我们俩一起来的。我们俩一起来的。啊啊，好朋友。这个是今天，我们自己去做的微景观。他们都是生存能力极强的一些植物吧。哇，这个好好看。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养什么植物？就是经常会忘了浇水，所以一般都养很小的那种。好养，对，桌子上摆的。对，我们这个其实就为他们这种人准备的，就为我们准备的。我们以后要回去多多多多注意。然后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吧，你们知不知道二十四节气？知道。真的，这父辈老经常会跟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二个节气是什么？大雪。我就想大雪。不是有大雪对吧？有大雪、小雪。立春、纷纷、清明、谷雨。第一个节气是什么？立春。快，你可以。上惊蛰，那是第三。立春和什么惊蛰？他们最需要什么？谷雨、露水。都说了水了。雨水。啊，对，好了，恭喜你们回答正确。来，来，这个就送给你。然后你喜欢的是哪一个？这个吗？水哥做的。没事，我们俩乱这个。小心。其实长得都不一样。给你们拍个照，做个纪念吧，好不好？作为你们大学友谊的纪念。一二三，笑。来，照片出来了。好，与知识节当春来发生，把你新年愿望写一写呗。他们俩写一个上面合适。写一个。百年好合。大可不必。这个是什么梗我都不太懂，我觉得我老了。考试满级。满级乘二。对，我们俩都想满级。好的好的。然后也再送给你们两套种子，都是大家都在三四月份播下种子，然后等到八九月份时了，你们开花结果了，会把这个照片寄给你们，好不好？希望到时候你们真的都是满季。
你干嘛呀？我拿一个，我私囊一个。我没有见过韭菜。紫根韭菜是可以吃的那种韭菜吗？肯定能吃。哦，这是母女，长得好像。是，肯定像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二个节气是什么？提示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盛。你这啥提示？母女，雨水，雨水。雨水。对，连起来了。雨水。那你们就选一盆吧。来选一个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看，就选它。这个种子。那就希望你能够把它播种下去，然后看看它能够长成什么。拍个照，三、二、一，茄子。我的愿望是2020年一定减肥成功。这个照片，待会儿会留一个地址，在8、9月份的时候寄给你们。哦，考个好成绩，祝你们周末愉快。好的，好的，好的，拜拜。拜拜。嗯。多实在啊！啊，就是越来越好。我今年我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我的图书馆、把我的博物馆、把我的霍比特人的房子，对，把我的鱼池子挖好，把我的树种好，把我的花种好，愿望太多了。我的愿望是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哦，我愿望永远是这个。对于我来说，身体力行是。能够把这些事情完成的一个最基础的标准吧，因为发现，你把这个愿望许下去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你身体不健康，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你是不开心的。但我明年，我还是希望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最简单的吧，对于大家来说，但其实也是最难实现的。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爬行动物，我就一直在贴着地，我只看眼前，我就只看就。脚趾头根儿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嗯，我觉得你的愿望其实就像鸟一样，它永远都是看着远处，看着第二天。今天做第一次做，那微景观，我很开心，我很舒服，我很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水哥他说雨水更多是浪漫的，我觉得雨水更多是滋润万物的，让万物生长的，它是有养分的，三岁种八九月收嘛。但对于果实。种子这样的植物来说，你细心照料它们了，你把它们种下了，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是开花结果的。跟植物打交道，我觉得特别惬意，因为它有一种能让我体会在大树下的感觉。即便我种的都不是大树。但是我在他们跟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特别能变成很小很小，然后他们就像大树一样能为我遮阴挡雨。我希望我们以后再想到24节气的时候，其实能像以前的人一样，就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就是应该举起脸去迎接雨水打在脸上的这种快乐的感觉。英国有句谚语是说，先施肥再祈祷。即使在雨水时节有很好的期盼，自己不真正耕种也并不能有所收获。希望新的一年我们不要做手中空无一物等待未来的孩子，不管有没有花盆，都种下一株植物，和它一起感受人生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最终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从惊蛰开始，人是和动物和植物一起苏醒的。一会儿带您去一个可以能够吃出时节的味道的地方。哇，舌尖上的节气，舌尖上的惊蛰。惊蛰的时间就是7、9合开8、9燕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一种有活力的状态开始了。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哔哩哔哩、腾讯视频、新社对本节目的互动支持。